这是电梯的光，这是 test， 我是唯一的模特，耶、yeah。再见了。嗯，咋了？是谁呀？还记得吗？郭靖吗？嗯，在。记得我，再见。那个郭靖明天还来，明天咱们去过节。对，跟您一起吃年饭。过什么节呀？明天。明天过什么节？年饭当然是。嗯，那你明天打扮漂亮点，咱们过春节好不好？对，精神一点，咱们。明天得漂漂亮亮的啊。OK。对象给我打电话。好。现在是6月29。明天就要过年了，然后我们家这条路上已经装饰了整条街的这个彩灯，还是很好看的。然后现在就是9点多，但整条街已经非常非常安静了，因为过年了，就是北京就空了，大家都回家了，所以现在人就比较少。还有一只过年馒头年夜饭馒头，来，明天要过春节了，所以今天晚上要不然你洗成一只白狗。耶、yeah， 要洗澡了。好，我看看这，这个时候应该来一点那种什么80年代的美国的音乐专场。今天其实算是云评测一下，就是松下的 S1 和 S1R。 为什么我会关注这一款相机呢？其实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了，就是原来可能我只关注索尼，但是现在我有了 GH5 和 GH5S 之后，我对松下的东西还是蛮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我使用了 GH 这个系列相机，我觉得它的交互非常非常的好，它的相机上面的体验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它的 ISO 这个白平衡，所有东西都是设计的恰到好处，所以我非常喜欢相机。但是呢，看了 S1 和 S1R 之后，其实我还是蛮想入手去试着看的。不过有几点就是没有让我去考虑这个，就是其实一个点就是它太贵了，就是我觉得从参数上面来看，就是包括录制视频和拍照的参数，整体上面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微单。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它太重了，太大了，它镜头也很大，然后它的机身也很大，而且非常非常重。虽然它非常的专业，但是可能我自己并不是用它来专业拍摄照片的一个摄影师。我街拍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所以应该就是不会在至少半年到一年应该是不会考虑去入手。而且它的镜头群也非常的贵，就是网上有一个就是有梗就说什么，就是适马的重量，就莱卡的价格和松下的应该松下的性能，对，应该这么说。就是其实我觉得松下它的摄影机它在颜色上面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还蛮喜欢松下的颜色和索尼相比起来，但是就是它的照片功能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觉得在 S1 和 S1R 上面全画幅啊，所有的系统都是非常非常不错。而且呢，虽然对焦没有那么的好吧，但是视频我就手动对焦也非常非常习惯了，就是每次都能对得上，所以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感兴趣。唯一的几个大缺点就是它确实太贵了，如果能买它一整套，就是镜头的话加机身的话，虽然它有非常好的像素啊，视频功能看上去还不错，就是10比特422，然后呢虽然是购买，但是至少是有嘛，对吧？然后它可以就是还可以买 log 的东西，但是整体上面来说就太贵了，这是一个最大的缺点。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买这一套可以买一个莱卡， 我可能就会应该就是考虑莱卡的，就不会考虑它了嘛，对吧？ OK，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它本身太重了，就太重了，就做 vlog 的话其实
拿这个 GH5 或者 GH5S， 其实这样拿的还是会有一点点重，这么去说的话还是会有一点点重，但整体上面来说还好啊，整体上面来说还好，比较轻便的 一套设备。但是从这个 S1 和 SER2 来看的话，整个设备太贵重了，就包括老外都吐槽，老外他的那个我觉得比我要强壮多了， 他觉得这样拿着撑上一两分钟我觉得都会比较困难。所以 OK， 大概就这个原因，我觉得应该不会买来录 vlog， 如果我买了不录 vlog 的话就是纯吃灰，就可能有点浪费钱了，就是。所以就综合这些情况下可能是暂时不会买。然后从另外一点来说，就是 GH5S 和 GH5、这是我用 GH5S 来拍，我觉得整体上面来说性能非常非常好，然后拍摄的素材也非常非常好。从这一点来说，其实我自己并不是非常理解为什么全画幅就是在视频拍摄中有那么多人非常关心，那么多人非常重要，包括它的景深，包括它的裁切系数吧，就乘以2就可以了。比如说像我这一直用的是1235，那其实就是2470嘛，就对吧，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容易换算的一个东西。所以本身我现在这两台机器已经不错了，然后又在省钱，又在重量上面，就综合考虑一下，可能S1 和 SER 就并不是我的菜。但说实话，作为一个喜欢就是器材的人来说，说实话它的参数、它的样张和样的视频，就是粒子视频，对吧，就是还是非常让人心动的。本身这一套设备，这整体的这个三家联合，我觉得整体上面来说还是感觉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还是有点惊喜，还是觉得有一种想买的冲动的。这就是行，随便吧，来看贴吧。好吧，等一下贴完再叫你，快来贴吧。来。来。不敢。过来，回家了。你在干嘛？回家呀。哪个上联你知道吗？我觉得迎新春江。我刚不是把这个认为是迎新春江三锦绣。对，我觉得那边是应该上联，对面的看看对面的。好。迎新春江山锦绣。对，辞旧岁，世态辉煌。春意盎然。福。馒头。福。馒头，来。新年福字，干嘛要这个表情？咬他鼻子。好啦，回家喽。来装红包。这个。哇，好多钱呐！对，不是给你的。对，这是给父母的。家里人的。对。这两个猪。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这两个猪猪的袋子，装给爸妈的钱。对，一家人才有年味，对不对？对，诸事顺心。这个是财源滚滚。财源滚滚，然后我们的红包都是100块钱大红包啊！这两个小恐龙的给小朋友。啊，数钱。的感觉好吗？又不是给自己买东西，哦，对了，顺便说一个，就是你知道松下昨天出了新的摄影机，不能叫摄影机，就是不知道，就是全画幅微单，就是 S1 和 SER2， 你知道吧？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直说。我就是在半年到一年内绝对不买。是半年还是一年？这要看那个 depends。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好不好 ？depends。
看我到时候攒钱能不能攒得到。观众朋友们说有没有区别？要是出了徕卡 M11 呢，那个太贵了，你知道吧？我跟你说那个太贵了，而且我也不会买徕卡。你不要解释。对，也不会买徕卡。快把你的红包装好。装好了，两个可以了。OK， 这两个是给父母的。嗯、对，给父母的。两个小恐龙给家里的小朋友。你一直都没有在镜头里，你知道？只有自己看到这里。哎，那是你的问题。嗯。你看。欺负我。没欺负你。其实我觉得过年还是很有年味的，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过年没有年味，你觉得过年有年味吗？有啊。对啊，我觉得很有年味，只是说原来就从那种不负责任的小孩，对吧？对。就是自己天天到处玩到处跑，变成了就是变成可以照顾别人，照顾其他小孩，照顾父母的那种了，我就觉得很有年味。就年味不一定是别人一定来照顾我们嘛，对不对？对，我觉得自己照顾别人也很好啊。我觉得其实一家人在一起，然后吃饭，然后比如包饺子呀，做饭，然后包括说，聚会啊，分享，这不是给你的，分享过年这种喜悦就很开心。对啊，我觉得这种喜悦是很开心，所以其实我一直很难理解为什么就是很多人说没有年味。而且我很享受，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给家里人挑礼物。对，挑礼物发红包，这个都是其实我们会很享受。对，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是这种心意很温暖，你就这种心意。这两个小朋友都装好了吗？对，装好了，装好了。来来。好的，哦，还要装一个给我妹妹。哎呀，我们准备了好多红包，给父母的，给家里小朋友的，对，给小朋友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就是我觉得很有年味，不一定要出去玩，一定要吃什么好吃的，一定要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反正我觉得坐在一起聊天就很好了，很开心。嗯、相聚是福。对对对。然后，应该是今年，大年三十就在他们家过。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我们是很平等的，对不对？嗯。然后呢，然后大年初一我就会他跟我一起回武汉的家，然后再见我的父母。到时候再会拍一些 vlog 吧，然后，对，那就这样吧，那就祝大家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对，春节快乐。嗯，然后到时候应该不会再发红包。对，到时候都抽奖吧。也不抽奖，反正就是给我打钱。好吧，祝大家，这是一个过年来求红包的。对，祝大家新年快乐，诸事顺利。对，好，最重要我觉得新年还要健康如意。健康最重要了，对不对，馒头？Can't stand